现代社会人手一机，但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能够让一些数位足迹消失掉，自己会比较安心呢？我是知道有些人看片会习惯开无痕啦，不想要自己的癖好通通留在搜寻记录。我自己当记者呢，有时候也会担心消息来源传来的情报或资讯会不会被第三方看到，毕竟有些受访人的身份敏感，万一通讯记录被害，可能就会害得一些中国受访者被请去喝茶甚至被关。这时候呢，如果有个 APP 超级安全，能够绝对保障你的隐私，你会用吗？在美国就有一款被誉为史上最安全通讯软体的应用程式 Signal， 不止华邮卫报的记者爱用它来接吹哨者的爆料，还保障了深陷战争的乌克兰人通讯安全。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款软体成为黑帮做事的最佳利器。怎么会这样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 Signal 吧。大家好，我是周宗翰，分享鼠坤小发明大革命。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这两个国家的民众对于通讯安全的需求大幅攀升，使得 Signal 跟另一款通讯软体 Telegram 的下载量都暴涨，特别是在乌克兰热门程度甚至引发了一场资讯战，出现 Signal 遭到骇客攻击之类的谣言。 Signal 在官方 Twitter 上面公开驳斥说，这些假讯息是为了让乌克兰民众改去使用实际上不安全的应用程式。 Signal 的共同创办人马林史派克先前就曾批评 Telegram 虽然是乌克兰最多人使用的通讯软体，但他的创办人杜洛夫是个俄国人，许多员工的家人也都在俄国，即使莫斯科当局不害入，也可能靠亲情牌取得权限。另外，虽然 Telegram 多年都宣称他们家的平台很安全，但其实用这款软体传递的讯息并不是每次都经过加密，要特别开启秘密聊天模式，只要不开启这个功能，讯息就只会在寄件人到伺服器这段，还有伺服器到收件人这段加密，代表你的讯息是未经加密的存在在 Telegram 的伺服器上面。虽然公司可以选择要不要交出资料，但本身可以把你的讯息看光光。这跟 Signal 标榜的端到端加密不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寄件人跟收件人能看到讯息，提供讯息服务的公司看不到里面的内容。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 Signal 跟一般通讯软体的经营模式差很多，誓言要当言论自由的灯塔，安全通讯的堡垒。回到2021年1月，因为脸书旗下的 WhatsApp 宣布要修改隐私政策，未来将跟母公司 Meta 跟脸书分享用户资料，以增加广告投放的精准度，惹得不少人决定呢要更换应用程式，不然好像聊天聊到什么东西等等就会在脸书上面看到广告一样。加上那个时候呢，前美国总统川普也因为国会山庄暴乱案而被脸书跟推特删账号，让一堆人对大型科技公司有了疑虑，觉得真是林谋造体类，梯谋造嘎住，整个言论自由都不见了啦。而那时呢，还没买下推特的马斯克就出来发了一条推文，里面简单两个字，用 Signal， 就瞬间让这款通讯软体的用户大暴增。马斯克真的不愧是超强带货王，威力有多夸张呢？甚至一度造成系统宕机。除了马斯克， Signal 的安全性可是连揭露美国政府用临近计划搞监控的爱德华史诺登都说赞。不仅超级安全，在营运上面呢， Signal 也为了言论自由跟讯息安全性走了不寻常的经营策略。因为呢，这款软体还是一个无广告平台，不会从应用程式赚钱，所以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仰赖非盈利组织 Signal 技术基金会，也就是靠民间或企业捐款来营运。像 WhatsApp 的共同创办人艾克顿自己就在2018年捐了5000万美元，推特的共同创办人多西去年也宣布要每年捐100万元给 Signal。 Signal 的加密技术有多强？哥伦比亚加密实验室主任跟资安专家说呢，这款软体使用的是最先进的加密演算法，还经过很多的专家审查，即使是政府也无法破解背后的密码。在不少西方政府要求科技公司要开设能够避开讯息加密的后门，让执法单位能够访问使用者资料时， Signal 还是依然故我，搜集少少的用户资料，只跟用户呢要号码，连你传讯息给谁都不知道，还内建一些防止截图跟视讯脸部模糊功能，都是为了提高用户的隐私。这种特色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但却让执法单位担心会妨碍犯罪调查。像是美国一些极右翼团体就因为不信任大型科技公司而转战加密通讯平台。美国国家刑事调查机构协会负责人就说，执法部门无法监管言论，就给了恶意团体在幕后计划暴力集会的空间。
纽约时报报道，一家总部在佛罗里达的民兵组织会在 Signal 用小群组聊天，而且每个群组还会限制人数，不会让不认识的人进来，以避免执法人员监控聊天内容。而在欧洲一些大城市呢， Signal 则成为毒贩最好的沟通平台，买骨科检就像叫披萨外送一样简单。印度黑帮搞谋杀跟敲诈也都用这个联系。不止黑道爱用，警察也是。怎么说呢？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电视台报道， Signal 可是黑白两道通吃。当地警方高层鼓励原警用 Signal 来办案，来保持隐秘。可是原本通联记录是侦办刑事跟民事案件的重要证据，用了 Signal 之后呢，秘密传送跟接收简讯的结果导致过程不透明，有示威者被诬告为帮派成员，这就引发民权律师的抗议，说警察用这款软体只是为了规避监督，最高层才要求原警不准再用了。面对种种的争议，有国家已经出手了。英国政府前阵子推出的网络安全法案要求，要为了减少儿童性剥削，透过取消端对端讯息加密，让执法单位能够监管平台上面的内容。但 Signal 表态，宁可退出英国，也不会遵守这种侵犯隐私的法律。根据 Signal 的说法，关于贩毒、儿童性虐待影像或者是恐怖攻击之类的犯罪行为虽然很可恶，但是个人的隐私是最重要的，必须得到尊重。这里或许很多人也会认同，觉得通讯软体就是一种工具啊。有的人会拿来组织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的人却拿来搞韩国的 N 号房，全看当事人怎么使用。像是 Signal 共同创办人马林史派克就认为，这种高度加密的通讯软体反而能够让民众更好的组织活动、上街发声。例如在抗议美国非裔黑人遭警方押警致死的活动当中，就有不少人利用 Signal 的脸部模糊功能，在示威的同时兼顾隐私。纽时的一篇社论则是写道，近期很多矽谷人呢出来反对脸书这类靠贩卖用户隐私赚钱的企业，也反对靠国家法律监管。在他们的心中，隐私是最高标准，于是像 Signal 这种公司就把他们的想法变成了工具。但这在目前以国家为单位的运行世界是会遇到两难的。这篇社论提到呢，在民主国家要拿到逮捕令才能监听电话，该不该监听也至少有讨论的空间。但现在 Signal 的一小群技术人员就直接决定不能这样做，这样可能会导致原本的社会运作失灵，犯罪丛生。但这些加密通讯公司能够负责吗？你觉得呢？你是跟 Signal 一样支持言论自由最高、隐私全面保障，任何情况都不该妥协，还是认为为了侦查与防范犯罪，国家政府能够依法监管通讯软体并介入调查呢？欢迎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卡斯坦兄弟，你得有 C 范明 ，Help get take me out， 马上发发的好不旅游老员工。好，昆凉节目，刚刚分享本他都已空洞，每周一听 Light Day 给官方中后，因为到了穿越的新闻，包含凉节目，腿松都已给数据的维度，万一某空洞都 Light Day 给国际栏目的维度，就安逸说个波头。小方明大革命，安逸哈利。拜六再见。